僵尸医院里面去了，看看这里吧。先知，被他防一手了。交鸟了。解梦在修，赶一下吧，把传送交了，让他强行开解过去就，感觉他不会。换人救了，再三连，从医院过来了。他可能要秒救。不挂了。没打出去啊。没治愈。他现在就要疯狂赚分了，我是放200。这个刀，哎。
佣兵，还只能抓，真是。 跑了。 哦，佣兵过来救了。 下一个先知。 过来了，跑得好快啊，过桥了。
开球了吗？
看不到，丢了吧。